是一款拥有20项专利的人车智能交互系统车迷云盒，这是原车专车专用面板。现在我们把 iPad 放上去，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取下来，点击开锁按键。现在给大家介绍车迷云盒的 APP 功能，点击进入车迷云盒 APP，这是 APP 的主页，这是时间、迈速表和指南针，下面依次是收音机、USB、导航、音乐和更多。我们进到更多，这是 AUX 功能，这是音效调节功能，这是方控学习功能，这是4G充值流量的功能，这是背景设置功能，这是用户注册的功能。车迷云盒产品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安全驾驶，我们通过手势控制音量的加、音量的减、上一首、下一首、暂停、播放。以安全驾驶为核心的车迷云盒具有强大的声控功能。车迷来了。音乐。好的，叫我悄悄。车迷来了。收音机。好的，叫我悄悄。车迷云盒拥有业界首创的专利技术，支持 WiFi 版 iPad 导航。我们进到导航界面，这是实时路况功能，进到导航功能，这是导航功能。车迷云盒支持原车方向盘学习功能，进到方向学习界面，学习好后退出，音量加。音量减。上一曲。下一曲。车迷云盒支持自动倒车影像功能，挂入倒档。